云林斗六公园路哦，这个道路两旁明明画满停车格，但可能是因为附近公务机关还有医院实在太多，一位难求之下，驾驶人干脆都把车开上了人行道，大家就直接停在草皮上了，有样学样的草坪上长期满满的车。但因为公有绿地不适用道交法，警方也没有办法拖掉或是取缔，也让网友大喊根本是驾驶人的天堂。